福特同埋而家嘅平底锅就经常喺我嘅视频出现啦。咁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多几个好用嘅煲同埋锅。第一个系康宁，颜色同埋外形就真系好睇啦。做完料理之后，仲可以直接放上台面，仲可以喺冰箱攞出嚟直接加热使用。一般喺八成熟嘅时候就可以关火啦。而且一个煲几乎可以满足所有嘅烹饪模式。下一个系康巴克炒锅。爆炒、煎炸、煮汤一锅搞掂，入面是蜂窝的纹理，受热均匀，最紧要咧就是不会黐锅。锅盖有感温的功能，温度达到60度，红色的环就会变成浅红色。下一个是福腾堡的奶煲，整个煲都是不锈钢设计，导热性超好。煲边咧系防漏的设计，倒汤倒水的时候都不会漏泄，手柄仲有防烫的功能。16cm 的口径，电磁炉、电热炉、燃气灶都可以用。